那我们透过想象，创作中加人有差不多200公顷哦。不过更加人打扮多种，而来种的后生人也过少的，据说更加抢存到60公顷呢。不过含黑全国青苔的山区，为啥都吹讲一个传统产业，农民口休闲农业区，如年份过多的加人料理，希望本国多年底是加人的好处。亚洲工人是新生意的开松鼠的风拿点滚的烤烤啊，树外橄榄就从容易用的低碳化为妙的地度，安用的树上方式看起来已简单，不过农民工后生意淡淡随意发展，亚洲的情感开松鼠的工人色彩都能强，松鼠早都为橄榄大部分都自家买本番的做加工品，不做加吃没卡便宜，伊都会提升菜地产业的价值，农民口休闲农业区对区内技师同出钱的催购，端正经验的加兰家私已经有卡涨的。哦，困难咯，唔要讲是讲是前两年吼，都抢油了，抢开唔会靠街吼，无效靠无啦，会晓靠街，会北路的街安尼啦。去年八条跌到五条，啊，去年安尼都落去开展俩橄榄枝吼。啊，今年你是五条了。许多的本橄榄油行卡多的利用加吃，古所菜地的粉朋友就用真高的橄榄来料理，不但将改变料理的风味，美食类出菜地的特色。我们腌制过的橄榄，其实它是蛮珍贵的啦。你要讲要改讲，做某些料理啦，吼，在调味上啦，它都是很好处理、很好用的东西。甲咱做个文竹饺吼，甲伊干，啊做排骨，我做气味相当好。味道的行销规划，用个甲咱产业，古所菜地的农民团体，每位土业都来了面，伫农民桥举办迎来烈烈沸腾。希望为亚红木路的产业带来新的生机，学生文理风气难调不脱。